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佩玲，欢迎收看《科普一传十：从太空看地球》系列。我们这集的主题是“就爱做实验”。今天很高兴请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第一位是中大科教中心的朱庆奇老师，朱老师您好，佩玲好，大家好。还有给我们现场观众朋友，现场的同学好。再来也是我们中大地科系的张碧宇老师，张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来，有观众场的感觉特别棒哈。对。那除了两位老师之外呢，我们这一次的实验还有两位助手哦，要特别介绍我们的徐博士还有吴同学，跟大家问好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学校，请问是哪一所高中啊？板桥高中。哇，板桥高中赶快跟我们连线的学校，大家挥挥手。哇，好兴奋，好兴奋。好，除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同学之外呢，我们线上还有很多的连线学校。现在大家在荧幕上应该可以看到一张连线地图，那大家赶快看看，在最后一天你们学校的大名有没有在连线地图上，如果没有的话，把握最后机会拍下大家在连线的画面，回传到科普一传十的粉丝网。接下来呢是看我们中区跟我们连线的学校，哇，我们中区有很多学校跟我们连线哦。再来是南区、东区还有离岛的学校，而且我们这次离岛在最后一天，马祖的靖恒国中也加入我们的行列，非常欢迎马祖的靖恒中学。好，那另外还有我们海外的学校，这次我们海外的连线的学校有一直支持我们的澳门、香港、那印尼还有马来西亚的多所学校。好，那这次大家在收看直播的时候有没有下载我们科普一传十的 APP 呀？这次我们有新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希望能够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然后上网来体验我们的新功能小测验。好，谢谢大家。那现在我们要赶快进入今天的实验了。是，我们这一整个系列啊，都是在介绍这些太空遥测的科技，可是所有太空遥测科技其实都是基于一些物理原理是来去做设计的。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探究这背后的物理原理。那首先我们记得在太空遥测主要有两种方，有两个大分类，一个是透过雷达，是，另外一个是透过雷射光，是。好，那这个如何能够透过雷达来给我们提供讯息，知道这些地形的变化呢？那今天就要透过实验，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喽。好，没有问题。既然我们的主题是从太空看地球嘛，我们就要专注在我们要怎么看。那当然用眼睛看是一个方法，可是眼睛怎么可以看得清楚、看得透彻？尤其在几百公里外，真的很难看了。对，你这地表的这些细微的变化，你怎么会看得清楚呢？所以一定要借助仪器。那这个仪器又非常的专业，所以只好把我的好朋友请出来，我们地科系的张教授。那他的实验室里有这种非常专业的仪器，可以告诉我们雷达到底怎么样帮助我们拓展我们的视野，有一个更有力的工具来让我们来从太空看地球。而且听说找了这个好朋友来之后，我们今天的这些实验的价值就比以前提高了好几个零啊。对对对对，现在应该是百万级的。对对对，几百万级的。几百万级的，不是只有百万级。今天同学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就是台上是一台 Benz 的感觉了，就大概是这种概念。所以我们是车展小姐了。OK，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了，就是雷达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地形。所以我们就移动到我们的这个仪器这边，然后我们请张老师来帮我们做介绍。那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这边做了一个这个地表的这个模拟，那这边是比较低的，这边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我们要用雷达看出来这个地形变化的话，到底要怎么看？那我们请张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台很厉害的宾士等级的这个实验仪器。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一个雷达的发射器，平常我们是用它来打这个地面下的东西。那今天呢，我特别跟他商量哦，他特别答应我们可以帮我们模拟一下卫星上面的雷达，所以我们把它架在这个架子上面，模拟这个卫星呢在一个轨道上面飞行的情况。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线头啊，事实上这两个线头呢，一个装在的是我们这个雷达的发射器上面，
另外一个呢是雷达的接收器上面。所以从雷达的发射器呢，我们会发射出电磁波，那这个电磁波呢打到地面之后它会反射，那经由我们的这个接收器去接收。那大家知道这个雷达波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是什么？光速，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借由它的速度换算出来，借由它的时间跟它的速度换算出来这个卫星跟地面的距离。那如果我们知道卫星的高度的话，我就可以知道地面的高度还有它的地形的变化。所以原理大概是这个样子。Oh, okay. 对，其实张老师讲得很清楚，就是发射电磁波打到地表然后反射回来，所以来回那我知道距离，然后又知道这个时间，对不起，我知道时间，所以我就然后知道速度，我就可以倒推这个距离是多高了。所以它的原理算是蛮简单的，看起来是这样。那这个有机会实际操作给我们看一下，当然没有问题啊。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请朱老师来帮我们当卫星小姐。好，我真的这辈子第一次有机会把自己变成人造卫星，所以各位同学，真的是一个人造卫星啊，人造卫星。所以接下来我请各位同学要注意一下这个萤幕啊。那我们这个卫星这个雷达在发射的时候，它是连续发射出电磁波，所以呢，当我卫星在飞行的时候，那我可以看到它连续发出电磁波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先开始让它跑一阵子。所以好，张老师，我要开始。现在我们卫星可以开始飞了。所以我现在开始绕着地球，然后去测这个地表的形状变化了。没有问题，可以开始了。OK， 哇，这辈子第一次，有点紧张。亲眼可以看到卫星的好在一起。OK， 所以我现在开始推，就假装是卫星扫过这个地表。然后可以再快一点，我们卫星没有飞那么慢的。真的，这样被 Q 有点紧张啊。OK， 到底了。好，我们再飞回来吧。好，再飞回来。OK， 我这卫星还可以八股飞的，也是蛮厉害的。真的，只有人造卫星才做得到。对，这是绝对是人造的哈。对。好，不是 AI。那各位同学如果来看的话，这边有一个往上又跑下来，有没有？如果我们放大来看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地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朱老师推的这个卫星飞行的时候，有一个往上的坡，就是在那个地方，在这个讯号里面有一个往上，然后一个往下，这个是我们打到地面的反射波。但是在这上面，我们看到很多平行的线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雷达波它不是只有朝着一个方向走，它有时候会短路，从发射器直接跑到接收器来。所以这个短路的过程，我们接收到很多的直径的波，所以是在上面有很多白色的条纹。那张老师请教一下，那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坡的变化，其实我们在看测地形，它的线反而没那么清楚，反而是它那个干涉的条纹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是因为它就在它隔壁的关系吗？当然是，所以它的这个讯号的强弱其实跟它距离有一些关系，所以距离越远的时候呢，因为它在空气中稍微会被这个吸收掉，然后另外是距离的远一点的时候呢，它的振幅也会随之减少，所以距离越长，我们收到的这个讯号就会越小，所以我们要适度的放大讯号，让这个地形的效应能够呈现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上面。是，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竟然可以用这个雷射来去测地形，那其实现在我们模拟的地表很简单啊，就只有长些草而已。那但是一般我们的地形上面还有建筑物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树啊等等，那我们也怎么样透过这些坡来去处理这些资讯呢？如果有一些干扰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或者是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干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讯号的萤幕上面设定特别的滤波的这个程式，然后把这些特别的干扰把它滤掉。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滤掉，那也就会呈现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干扰物存在那个地方。所以佩玲的意思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雷达发射，然后反射，然后再回来接收的过程中，比如说我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阻挡。对，如果飞了一台飞机过去啊，或者飞了一只鸟过去，它在打的时候，当然会会有什么效果呢？你就会看到一个光点或者是亮点。真的吗？那我们有办法透过这样子的实验也感受得到吗？没有问题啊。我们可能请朱老师，我们是不是请一两位同学上来？一同学玩看看。来，马上有人举手了。没有同学，来，就这位。好，来快步，快步。来。
看来大家都蛮想当卫星小姐。举手快很重要。好哦，好，来来来，赶快试试看看。朱老师这边帮你准备了一些，就是这个不同的板材啊，比如说像这个的话是比如是亚克力板。好，假如我们把这个亚克力板呢，放在这个雷达的路径上，那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不好？那这里有一大堆东西让你试，来，欢迎使用，挑选，对，请自己挑选。好，我先帮你挑了一片，这个是亚克力板，它显然是不导电，那你要放在雷达的下面，雷达是、这个，雷达是这个，对，然后你可以上下动一下看看。对，那我们请张老师，太快了，好，可以再往下，好，好，在荧幕上，欸、哦，你对不起，你看不到，是我们的这个实验小姐哦，对，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很多开始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条纹，啊、哦，在这边、哦、之前没有的条纹出现了，有没有上下？啊、哦，在这边，啊、哦，在这边有一些上下波动的条纹。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移动造成的。对，它移动造成的。那如果我们换材质的时候，比如说换一个不一样，我们试试看那个铝板，这个是铝板，嗯，好、哦，哎，刚刚好淡呢，现在出现了。你可以往下、wow ，有没有？哦，所以它对金属的反应比较强烈耶。对，刚刚是非金属嘛，亚克力板。有没有看到开始有这些条纹呢？哦，那如果是不同的金属，不知道它能不能分辨得出来哈、哦？有道理。我们来换个材质。铝板，这个是铁板。铁板，哇，很沉。对不起，要吃饭了。啊，看一下哈、哦。哎。还是一样哦，非常强烈哦，哦，所以看得出来铝板跟铁板的差异嘛？嗯，对。但是从肉眼上面来看，好像没有差那么多。哦、是，亚克力差比较多。对，那我们再换这个。啊，铜很重哦，我这次要警告你，很重。对，这个是铜板。哎呀，不是一块钱、两块钱的铜板，是铜做成的金属板。好。铜板的反应也是很哇，非常强烈的、哦、所以张老师请教一下，这个跟这个金属的导电的性质有没有关系、啊、当然有关系，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因为金属非常的导电，所以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反射体。 OK、嗯、所以我们常常用雷达来看天空里面的飞机、嗯、那隐形飞机要让人家看不到，最好就是不要用金属做。对、哦、所以现在有很多飞机是用陶瓷做的嘛。哇、哦、这个很厉害。那如果我现在这个障碍物很小，比如说像这么小，哦，不晓得会有什么影响？有可能看不到哦。真的假的？要不要请同学来试试？好好好，来，那个卫星小姐嘛、啊。好，往下，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小亮点，有没有？所以大小也会影响、嗯。对，是呢。好、哦，这边有一个小亮点，有一个小亮点。好、哦，但是。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好，亮点有出现哦，在这里。好，还要跟原来大的那个比吗？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哦，这样子我们就很快的有一个大小的比较，因为材质是一样的，都是铝。对。哇，马上又出现了。哦，所以跟质地跟大小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嗯，这就是雷达可以帮我们去观测这些地面，可以去判断它的大小，然后就可以判断不同的质地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对，我们就是利用这种特性来看地底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哦、好，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谢谢这个同学啊？感谢，感谢你，真的。很少人有机会可以跟雷达这样互动的。对啊，真的，而且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来念我们中央大学的地科系。哦，非常适合，我们欢迎这位同学。对，他有天分，对不对？对，可以当我们的卫星女神。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切卫星女神。对，我们是冒牌。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雷达的效果。是，那、在昨天的这个观察的过程中，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 LiDAR 这样子的观测仪器。哇，它是透过雷射光来去做地面的观察。那我们是今天也有办法用今天的这套设备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背后的物理原理吗？哦，当然可以啊。Yeah. 我们这个是百万级的设备，但是我们可以用几千块的做到千元级，对，千元级的做到一个模拟卫星上面所载的雷射光的光打，
来做地形的探测。补充一下，那个我们昨天的光达是站在飞机上的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放在飞机，也可以放在卫星。好，对，但是重点是我们要知道光达它的运作原理，比如说它到底跟雷达有什么不一样，要有什么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希望了解的背后的原理嘛？对。好，那我们知道雷射光的话跟电磁波是一样的，它是用光速在前进的。对，所以刚刚同学们我们解释雷达是用电磁波雷达波打到地下啊、打到地面，然后反射回来来算出它的距离。那这个雷射光呢也一样，它是光速前进，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卫星飞行的高度，借由雷射光打到地面上反弹回来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可以算出来它的距离、yeah. 然后借由这个卫星飞行或飞机飞行的高度算出来地面的高度变化。OK， 所以我把雷达波变成了雷射光。对，所以我们现场也要示范一次给同学们看嘛，对不对？是，所以我要再扮演卫星小队这样。对，现在是飞机嘛啊，飞机，好好好好，可以可以。那我就是飞机驾驶员了，按这个。OK，、所以张老师现在做的动作是把雷射光打出来嘛，对不对？你看一下是不是有雷射光 ？OK， 大概在这个位置，有个红点点。OK， 所以这道雷射光它就会打到地表，然后再反射回来。好，所以这样我们用一个雷射的测距仪呢，一样可以模拟它的效果。我们可以量到距离这个标准的高度，对，地面跟它的距离是 1.527 米。哇哦，哎，好准哦，1.5米。对啊，还可以到小数下三位啊。所以我现在如果开始推动这个，然后模拟飞机它飞过地表，我就可以一点一点测到它每一个地表高度的变化喽。对。OK， 好，所以我先推一点点。对。好，我推动这里，好，你再测一个数字。好，现在是1.53米。好，我再往前推一点。好，1.513米。张老师手已经很长了，再往前推一点。好，我再往前面伸一点。好，1.489米。哎，越来越短了哦。再来。对。好。好，1.412米。越来越少。所以昨天张宇章老师告诉我们，把这个光达装在飞机上头，其实它在一秒是打出上万点，对，那它就可以收集到非常多的地表资料，对，那去把它还原出整个地形。对，那今天我们就透过这种手动的方式，让我们实际上去感觉光达的作用喽。真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人造卫星跟飞机搬到这个录影现场，对不对？是。OK， 所以来，我们再试一次呢？好喽。好，我现在是飞机小姐。好，好了，现在打好了。好，1.512米。1.512，好。好，那我再往前移动。而且如果这样子，我们要知道它准确的位置，就是这个雷射发射出来的地方、地点、高度要很重要。是。那其实，在光达运作的时候，那都是由 GPS 来去做定位，然后去很精密的校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地表的高度了。是的。对，所以我们刚刚示范就是用雷达这种电磁波，跟 laser 雷射这种电磁波，它都是电磁波，可是呢，它们操作起来原理也都是用发射，然后接收反射。对对对。那现在我就有问题了。是。其实说实在，我们再去理解它的这些物理原理，大概其实它都是像老师说的发射啊，跟接收反射。对。可是当我们看到影像的时候，这些影像效果其实是它的解析度是差很多的。是。那个解析度的部分，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呢？我们可能要请张老师来先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雷达运作原理跟那个光达运作的原理，然后我们再细部的来操作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遇到这里，比如说今天云层比较厚啦，我到底要用哪一个比较合适？是，对，所以来我们先请张老师解释一下原理后，先我们再往下做实验，帮各位同学解释一下我们的原理哦。刚刚这个雷达呢，它其实我们刚刚讲说有一个发射天线，我们用 T 来代表，有一个接收天线，用 R 来代表。那发射天线呢，发出一道雷达波，这个雷达波打到地面之后呢，它反射回来，所以我们接收到可以知道这个来回一次的时间，算出它的距离，然后呢，如果我们的雷达移到下一个位置的时候，一样我们可以发射一束
雷达波，然后接收它反射回来的讯号，算出它的距离。所以当我一直在移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建立这个地形面。所以各位同学刚刚在看，我们在卫星移动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地形面，隐隐约约的一直出现，但是我们知道说它的这个讯号呢会比较弱，因为距离太远，所以我们需要把在讯号上面把它强化才可以显示出来。那如果呢我们换成雷射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雷射它的波长很小，所以简直就是一束的这个波在发射，跟雷达不太一样的。刚刚那个雷达波长比较长，所以我们直接往地面上打，来回一次计算它的距离。当我卫星或者是飞机在移动的时候，一样一直打好几束的这个雷射光，我们就可以建立底下的这个地形的关系。是，那我们实验其实都是在一个很完美的状况，风和日丽。可是一般来说，我们真的在做遥测的时候，天上总是会有一些云啊，有一些污染，还有刚刚说可能是有飞机有鸟啊。那特别是云，那个真的飞一大片的时候，如果说是光学的那就会很大的影响。真的，那对于雷射跟对于雷达、它的影响又分别会是什么呢？好，佩玲，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在现场帮你造一朵云，对不对？那我们才能够做实验嘛。那你看我们徐博士多厉害，真的帮我造了一朵云。说要云，云就来了，云来了，呼风唤雨的说，真的啊，这一朵云嘛。好，那我们把雷射打开，我们看一下。OK。那有没有发现，如果有一朵云在这边，雷射光就透不过来了。对，不过我觉得先要说服人家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是一朵云？它里头是什么呀？它里面就是一些烟雾。OK， 模拟那个云，云是很多很多小水，所以是抓了一朵云把它放在里头，真的还蛮浪漫的。OK， 好。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样是没有说服力的。为什么？因为可能我想在座有一些同学会想。谁知道你不是这个塑胶袋的表面，对呀，反射啊，就把它挡掉，你怎么可以说这是这朵云的罪过，对不对？是。好，所以做实验一定要有对照组，那就要拿个空的塑胶袋。哇，有概念，一说马上又出现，真的，徐博士很厉害。来，再打雷射光，有没有发现？真的是那坨云造成的。对，因为那个云就把这个光点散射掉了，所以这光就过不来了。是，对，所以说。如果我现在用雷达来测东西的话，这就会受云啊这些东西的影响，的确会有影响。但是雷达呢？雷达其实不会。那不会的话，我们就要也要证明看看。对对对，证明看看。我们刚刚那朵云再请他回来一下好了。这朵云有点消风啊，可以再把它再补一朵云来。对对，那我们先做透明塑胶袋。好 ，OK。好，那请老师先把讯号抓出来。现在讯号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OK， 那我把这朵。空的塑胶袋挡在这个雷达下面，挡在它的路径上，发现好像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我把它拿开，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云好了，云好了，哇，没关系，这朵是薄薄的一层云，好，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很妙，它对雷达好像不太影响。是，但是它对可见光，就是对雷射，哇，就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了。没错，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变成说，那我们何必要用雷射嘞？是不是？既然它会被云挡到，对，一定要有一些好处。可是它一定有赢过它的地方，没错。要不然我们不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仪器。那这个最大的差异是在哪里？好，这个的话，我们大家就要做一个小实验来跟各位同学说明。为什么我要用雷达啦？又要用雷射啦？因为用这不同的电磁波来做，不是很麻烦吗？然后各位同学，你们也学过哇，电磁波的这个频谱，哇，从那个无线电波、什么微波、红外，然后到可见光、紫外，啦啦啦，到最后 X ray、伽马 ray， 这么长的一个电磁波的波段，那我每一个波段都要拿来用，我就要知道它的利弊得失嘛，对不对？OK， 好，没关系。这个同学紧张了一点。他们为什么要清场？我现在马上就可以示范给同学看。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告诉同学，为什么我要用不同的电磁波来测我们的地形。OK， 它分别有怎么样不同的效果呢？好，这个的话，你看，我们这个张老师这个汗臭很好哦。你看，
所以这大家他看他现在这个动作有点像是我们那个你知道跆拳道表演要踢木板的感觉。所以你要用脚踢吗？不是，然后我那个朱老师的实验室又没有办法这个买300万的仪器哈，所以我们就买30块的小球，然后把气出在我的身上。Okay, 真的，因为就你为什么可以有300万？这个是资源分配不均啊，我30块，然后他300万，那这种人是不是该打 ？OK， 好。这个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就要拿这个颗球，然后打。我要躲远一点。对对对，因为我可能会打得不太准，最近没有练。我们看一下这颗球打到那个板子上会有什么结果。好，反弹嘛。你真的有点气他。就看，真的，你看我那个力道。其实我才十一分力。拿出更硬的球了，真的。哎。可是我们要不要想一想，如果我现在换小一点的球会怎么样 ？OK， 好，就小一点的球。哎。怎么会这样？你对他的助理有意见？对对对对，因为我也有博士当助理也很羡慕。好，这个我一定要打住。好，千万不要打脸。OK OK， 我知道你靠脸吃饭，没关系。那再换小一点，朱老师为什么一直要把这个从大换到小？待会你们就会知道，这乒乓球对，我近一点。气出过了。对，这气出过了。好，大家看到刚刚这几个球全部都是反弹。所以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猜它就是一片板子？我事实上没有办法知道它是一格一格一格的，对不对？假如我要知道它一格一格一格怎么办？来，张老师，对，我气已经出完了，谢谢谢谢你。对，那这里呢，来，哇，这助理小姐太美丽了吧。好，怎么办呢？我们就用更小的珠珠来打这个板子，对不对？可是如果用更小的珠珠，我这样一把撒过去，我们待会就满地捡珠珠，实在是不太聪明。所以我们就倒过来，我从上面撒。OK， 好，当我从上面撒的时候，各位同学留意一下 ，OK， 看一下那个珠珠的反应。好。有没有发现有些珠珠直接穿过去，有些珠珠可能打到那个铁丝网弹起来再掉下去。所以你是不是有机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有一格一格的网子。所以当你用大小不同的球去打这片网子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不同的资讯。你用大的球打的时候，你就以为它是一个平面墙壁。对对对，那你用小的就知道它至少是有洞的，对，它是一格一格或怎么样。是，那这个其实就是对应我们刚刚说的解析度。看起来好像雷射，那被光被云挡住这样，它都穿得过去，觉得很厉害啊。对，可是因为它波长很小，它波长跟雷达比起来，雷达波比起来它很小，所以它可以告诉我们更精细的结构。跟这个就是说，像是雷达的波，它就好像那个球，是，所以说它只能告诉你它是个平面。对。可是如果我们要知道平面上面的细微变化，我们就要用更小的波，用雷射光，对，才有办法知道。完全正确。哦，难怪，即使知道它的有些障碍，可是如果我们要知道更细微的，我们就得换不同的工具。没有错。哇，这个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们从太空看地球，我们今天介绍两个方法，一个可以用雷达来看这个表面的地形变化，另外一个可以用 LiDAR 光达来看这个表面的地形变化。那我们刚刚其实说的都是表面，但是我们常常也会要看到地底下的。对，但是记得说老师有跟我们讲，如果要看到地底下，要比较长的坡才有办法进到地底下，比较短的坡没有办法进到地底下。那张老师，这就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比较长的波长，它的这个衰减会比较小，那比较短的波长呢，它衰减的比较快一点。是，所以当我们能够收回来这个反射波，如果它的波长比较长，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就不需要去放大这么多的讯号，我们可以看到地底下的东西。是，这有点像那个，比如说电台的讯号、电视台的讯号，我可以传很远。对，但是如果是波长再短一点，我就没办法传那么远，大概的概念。所以就是有一好没两好，差不多了。好，这个世界就这样。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地表之后，我们要知道这个泥土或者是土地
的这些、一些资讯，像一些地质啊，或者它有没有被污染啊等等这些，那我们又要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呢？那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像土壤或者是地质的话、它有很多特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的电的特性是不一样，我们讲说电阻。那有一些它的热的特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从热的影像或者是电阻的影像去分辨说这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安排这样的实验来试试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有热有电就是物理了。OK， 好，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移驾到这边？物理老师出场。OK， 哇、wow、说土土就来。我们这边也有好多带土，不仅呼风唤雨，连土都是可以。对，是。那根据刚刚张老师讲的，就是我们知道在最基础的原理上，我们可以测这个土壤它电的性质。但是我知道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高中生嘛，我们在高中大概就学到电压、电流、电阻这些概念。那在更进阶的我们是没有学到。那我们真的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把不同的土壤的性质测出来吗？啊，当然可以啊。好，所以因为比如说像土壤里面含有水分哦，那这个水分呢常常因为我们的水是比较低电阻的，所以它因为会变成通路，会降低我们土壤的这个电阻，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呢，量到说，哪个地方土壤这个水分多一点、哪个地方少一点，那这真的很重要。对，另外像是热也是一样啊。OK， 因为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吸热的媒介，是，所以有含水的跟没有含水的土壤，它的热的特性就不太一样。哦，所以张老师的意思是有含水没有含水我可以看这个热的显像，因为我们之前做这一集我们也是用热显像仪来看这个我们的宇宙嘛，那原来这件事情也可以拿来回来看我们地球咯、没有问题啊。好，所以要怎么看呢？实验呢？好，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徐博士来帮我们把水加到土壤里面去，然后我们请同学帮我们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变化。 OK， 好，还是我们要请同学先猜一猜会有什么变化呢？应该先让同学来猜看看哦。刚刚是卫星小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来一个土壤先生？男生都不上来，这个本来已经有土壤小姐准备举手了，现在就好放下，因为他听到土壤小姐就不想上来。我们哪位同学想要上来？帮我们做这个眼见为凭的见证，来就好了，来，给他一些鼓励啊，他害羞。所以希望他猜看看变化嘛。对，你先猜一下，当我把这个水加到这里面会有什么变化？对于热的变化吧。对于热的变化，你觉得会温度变低吗？温度变低吗？温度变低，那我们是不是来试试看？Okay. 好，那请你来拿着在这边这个位置，好不好？你帮他对着，有没有看到那个土壤？有，有哦，在影像上确定有看到？有，不错，你的视力很好，因为老师的视力都不好。好了，我们把水加进去了。现在张老师是把水加到这一袋土的表面。那个是什么东西？那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好。往下一点，因为同学说好像这个角度出镜了。哎、yes。好，有没有看到？有。他说有，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就亮亮的东西。亮亮的东西。亮亮的东西。OK。那为什么会亮亮的东西呢？这个是一个热显像仪嘛？所以它表示它的什么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哦，太好了，所以你家如果漏水的话，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看看哪里有漏水，对不对？哦，好，谢谢你。很厉害，真不错，很厉害，对。好，所以是不是请朱老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操作的大概的原理呢 ？OK， 这个的话，其实
热显像仪大概都是用红外线来这个运作的。比较那红外线的时候我来拿，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老师在热显像仪的时候他变成什么样，真的啊，照到他的眼镜，这样就比较容易看。会小鹿乱撞，总会找到一个这么高的人来照到。真的，哎呦，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呀、啊？好。来，要不要来？哎，这样可以了。哦，有，有没有、哦？各位有没有看到他的眼镜？就是颜色比较深，然后他的脸有没有颜色就比较浅？有没有？有没有？哦，好，所以我们解释一下啊、哦。热显像仪简单讲就是他会用不同的颜色告诉你他现在的温度的高低，好不好？所以你透过他的颜色的变化，你就会知道，哎呦。现在我吗？对，你就会知道它的那个温度的差异。那它可以让你看到你用可见光看不到的那些资讯。所以显然热显像仪现在也可以用在地科的研究上，是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个土壤里面，它比如说到底什么含水量啦、啊。那可不可以比如说看它有没有什么污染啊之类的？哦，也可以啊，也可以哦。油跟水的它的热的容量，热容量是不一样的，是啊，比热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有油跟有水的时候，因为它吸热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它的温度会有差别，所以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哦，所以我们终于知道小时候学比热到底什么时候要用啊，就多重要、啊、真的。那我们现在也可以透过实验来知道吗？对，比如说现在把油放进去吗？对、啊、那我们是不是也把油拿来试试看呢？我们请曲博士，我们的小助手。好，那我们需要有同学来帮我们。好，再来看一看油的反应好不好。是，再找一位同学。同学们已经准备要举手了。哦，后面那位，赶快。啊，这是未来的男神。OK。好，要可以。啊，好棒。我发觉这个应该是、那個、来操作热显像仪。对对。那个千元等级，这个是万元等级啦。那百万等级的机会已经过了，所以就麻烦你。OK， 镜头在这边，你要对着。你要对准它哦。对着。对准这个。来。好。听张老师的操作。好，我看看有没有变化。哦，有没有看到滴下去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它颜色就变化了？哦，所以有油的地方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测出来？哦，这个区域是有油的。是。那当然，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干净的油。对。那如果说这样才不会污染环境。对。那如果说这个地表下面的土壤被一些比如说这个。污染的油，谢谢，油这个弄脏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就测得到？因为我们用看的看不到嘛。对。但是我透过这个方式，我就有机会去测到它。所以这个方法可以用在那个污染的探测，还有环境的探测上面。Okay, 是。对。好，同学，谢谢。竟然上来了，他可以特别请教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哦。看看有没有特别要请问。还是你要帮我们拍照？拍一个热显像仪的照片，通常不会太好看呐、啊。对啦，尤其我们两个都戴眼镜，然后就两个黑黑的。既然上来，我先帮他拍个照好了。也是热显像仪的照片，哇、欸、哇！你看没有戴眼镜就知道，看非常发亮的同学。对，所以他的这边露出来的地方温度高，然后衣服的温度低，所以有没有发现他那个温度低的地方颜色深？温度高的地方颜色就比较亮，是，好，非常明显。热显像仪真好用哎、欸，还蛮好用的，好用的真的。好，没事可以去买一个来玩一玩。对，恭喜你有你人生第一张的热显像仪。OK， 这很难得的体验哦、喔。好，好，那有要请教问题吗？就是真的在用这个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好，不好意思，你要再讲一次，因为刚刚没有麦克风。因为看起来很好用，对不对？在操他来再说一次，在操作上的时候，可以直接讲。就是在操作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很困难的问题？仪器的操作上没有问题，但是比如说我们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哦，这你看做地科就是常常要考虑到天气、嗯。今天是下大雨的时候、嗯，很多的雨跟污染物混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分开。对，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哎、嗯，你地面都被烧得滚烫烫的、嗯，对不对？你也很难分开。嗯，这是个好问题。哦、对、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板中同学就是不一样啊，真的，对不对？谢谢，来，给他鼓励。好，
好，那张老师，您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是可以用热显像仪来看这个土壤的状况。那事实上，也一开始有提到，就是如果要用电的这个特性来看。那我刚刚也有就是告诉张老师同学们的困难嘛，因为我们只学过电压、电流、电阻。那我可以用这三个概念去理解，我怎么用这个非常基本的物理原理来探测土壤的特性，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OK， 好。各位同学知道什么叫做欧姆定律吧？啊，欧姆定律是什么？啊？啊？当场考就？当然要考同学啊。什么是欧姆定律？这他们没有接麦克风，有点难回答。老师还是先直接解答。V 等于 IR 嘛，哦。V 等于 IR， 电位等于电流乘以电阻，所以呢，只要我们对地底下通上我们已经知道的电流，然后量它的电位的变化，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得到电阻？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装置，你们在家里面都可以自己做，哦，但是千万不要接到家里面的110伏特上面试试看，哦，用电池就可以了。OK， 所以老师要帮我们示范一下嘛，就实际怎么操作。但我们用一个手板来解释一下好了，因为这个是我们特别先解释原理，对，特别制作的一个，我帮你拿，好，一个机器，哦，我帮你拿手板，好，我们要谢谢徐博士啊，因为在做地科的人常常要自己动手修改机器啊，好，好，我们倒过来一下 ，OK，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正方形的每一格呢，就是我们在土壤里面预先埋下去的电极。好，我们埋了好多电极在土壤里面，然后呢，我们会在不同的电极上面呢放电，跟量测电位，利用欧姆定律。比如说红色的这个是放电的电极，那我们在底下黄色的这个地方量它的电位，根据欧姆定律，我们可以知道。中间这个地方的电阻，那为什么我们要设计好多个这个电极在这边呢？因为下一个秒钟，我可以请我的机器去告诉这些电极说，我们下一个放电的电极是这两个，量电位的是这两个，所以我可以知道这边的电阻。那同样的呢，我们还可以再叫它往下移动，所以我又可以量到这边的电阻。好，所以张老师这里可以暂停一下嘛？所以这个紫色的区域就是我的待测的地点，然后这两边是电流的讯号，这两边给电压的讯号，所以我有电流讯号，有电压讯号。这个待测物，就比如说我的土壤啊，什么什么，它的电的特性我就知道了。那刚张老师总共移动了一次、两次、三次，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哎，这整个我就可以。是这样，地毯式的扫过去是这样的概念。OK， 就好像那个我们做断层扫描，这就是一种断层的扫描，把它从上面扫到下面来。OK，当然我们也可以改换电极的方向。对，我们用这种方式来量。哦，这又不一样了。这边放电，这边放电，这边量电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电阻。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换到另外一边去。这边。对。所以你看，这样子量测完之后，我中间一二三四五五个点，五个点，我都知道这个地方的电阻。嗯。那如果这时候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们下雨，这个雨水呢从这边一直跑，我就可以看到它连续的变化。哦。所以其实只是透过放电位置的改变，就可以把我们需要量测的地方就可以。都可以把它都照顾到了，对，这就是扫描的概念。所以看起来我需要有一个这个电的讯号，我要去抓取这个电的讯号，而且是要把它埋到土里面去，对，去量那个地方的这个电压跟电流嘛。对，那所以实际操作起来的话，我们就用我们把电极已经预先埋在这一包土里面了。OK， 来，手板给你。好，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上面呢，我们把水加进去，然后来看这个水加进去的时候它的变化。好。那张老师是不是稍微解释一下这边的这几个点的意义？我们刚刚在手板上面已经跟各位同学讲了，这个点呢
事实上都是我们电极的位置。所以当我们做扫描的时候呢，我们中间就可以量测到很多的数值。所以在这个板上面呢，其实大家要这样子看啊，我们的水呢会从这边，这个会从这边，这个是上面会开始往下面流，所以我们会看到这边电阻因为水的关系会逐渐变低。那低的部分呢是比较蓝色的啊，电阻比较低的是蓝色的，电阻比较高的是红色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把水加进去，看看它的变化。好，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继续加水。好。它会持续的变中间。好，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蓝色的，越来越多。好。所以低电阻的部分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水越往深处跑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变成蓝色的，就是低电阻的讯号。Okay. 就它原来那边的土，它的电阻没这么小，但是因为水过去以后，然后电阻就变小，然后就被我们测到了。对，我们就知道可能有水啊这一类的东西流过去。OK， 现在很多这种技术用在农业上面，它已经埋在田里面，像以色列看不到，它就可以知道说下雨水到底跑到哪里， okay. 那它决定要不要灌溉。是，对，哇，这实在太有趣了。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多在量测上面的这个介绍，然后还有背后的一些这些原理。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即使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观测能力，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掌握天气的这个变化。尤其昨天哦，赵峰老师是介绍到说，这个气候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它不是线性的。所以虽然我们刚刚看到其实蛮线性的变化，我们这个油加了水之后，因为电阻改变了，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在资讯上面的不同。可是放到要去更大的尺度啊，气象观测气象，或者要去谈极端气候等等，好像就不是这么的这么的线性，这么的容易理解。对，那这么不太科学的感觉，我们也有办法透过物理的实验去了解嘛。我们想办法，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最主要是要来演示所谓刚佩玲提到的非线性的现象到底怎么一回事。那非线性的现象，我们可能日常生活里比较常听到的名词是混沌。那同学可能听过什么蝴蝶效应啊，什么这边拍一个翅膀啊，那边就产生一个飓风啊，这一类的东西。可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各位解释的是说，嘿，为什么天气预报就是不能够百分之百准？好，我们看一下哈，来，老师这边做了两个，我们叫做双摆。这两个摆呢，我把它的长宽高重量全部都做的一样，想尽办法一样，尽量接近。OK， 摩擦力也给它弄得非常非常像，所以他们就是双胞胎的双摆。OK， 好，你不用理这些名词，你就看哦。如果我现在让它两个相同的高度释放，然后我们让它摆起来，好不好？行为一致的，一样，对不对？双胞胎嘛，双胞胎，对不对？好哦，如果我让它这个摆的角度稍微再大一点点，一开始也还蛮一样，也是蛮一样的，对不对？可是后面有点乱，后面有点乱。那我们再大一点，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哦，仔细看喽。哇，不一样，越来越乱，几乎没有什么一样的地方。真的，这整个这个双胞胎到最后就分道扬镳那种感觉，有没有？其实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其实真正看起来在摆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样，可是两只手的力量可能有很细微、很细微的差异吗？对，好，我们要做天气预报，我们是不是要把现在所有的气候的状况都把它输入到电脑里头，请它帮我们算？所以我输入的东西如果差一点点，我可能出来的结果会差很多。就像刚刚朱老师示范的，虽然我尽量的让我的一开始的角度啊，各方面都尽量一样，可是它走，然后到那个地方就分开了。然后到最后完全不同调，所以真的没有办法苛责我们气象局的人员说，嘿，你们报的不准。而且其实他刚刚只有这么小的
的空间的变化，它就变化这么大了。是，更何况是我们要放大到气象的尺度，真的，或者是要去去观测一个气候变迁。对，哇，那个等到后面变的真的就是差之千里了。没错，我们需要年轻科学家的加入。是，好，那我们今天就爱只有实验的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所有同学的收看，还要最要感谢我们两位辛苦的老师，还有两位助理同学，谢谢。